首先是来自嘉义市的消息，嘉义市千盏灯照亮众学生，奖助学金已经连续办理十年，而奖助学金的总金额也累积将近1500万。这主要是市长吴敏辉号召嘉义市的市民来协助无力负担学费的家庭子女，在今年度的颁奖仪式也在上午来举行。念到每一趴心形的蜡烛，嘉义市千盏灯照亮众学生，温暖展开。由寺庙慈善团体、嘉义市城隍庙、九华山地藏庵、嘉义市真如禅师等等的赞助代表，一一颁证助学金，帮助困难的高中级、大专院校学生完成学业。嘉义市长敏辉真感动，也感谢慈善团体的爱心对社会的公益，指出迈向第十年，所有宗教团体坚持不懈的精神，帮助真济学子完成求学之路。十年来，已经有700多的学子受惠，奖助金金额达到1500万。这种的爱会用坚持到十冬，这是咱社会的温暖。会当坚持到十冬，这就是咱社会上界大的温暖。这嘛是咱嘉义市上界了不起的所在。而且，我看到所有的囡仔，他拿到奖助学金以后，他们认真努力。今天还有两位已经在就业的孩子回来分享。我感觉仔仔拢是真大的感动，这些感动就是我们传承的力量。我们相信，只要心中有爱，只要你看到希望，我们微笑面对，你可以克服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真的感谢上天，感谢所有的人，因为大家有爱，我们可以共同克服困难。千盏灯照耀众学生，你心中每一个人都有一盏灯，一起点燃，让我们社会更温暖，把好的力量再一次的提升。掌声响起，盼望受助学子勇敢求学路无受阻。十年前受助的学生已经进入职场，并开始回馈社会，献身分享热情，鼓励学弟学妹以上乐观的态度面对困境。嘉义市千盏灯照亮众学生，今年有28座寺庙以及慈善团队30个单位热心来参与，汇集到138万，教会到82个学子。世新新闻蔡明彤嘉义市采访报道。